电子型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不确定啊，然后你们应该也会有它的电池的规格，就是它的产品那个电池的续号，看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查得到，因为就不知道，对啊，因为电脑没有在我手上，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规格，对啊，这样子时间就会比较不知道怎么用，对不对？这又跟你原本刚讲的那又不一样。对啊，就差那么多。